梦里吞空洞，于这老地方共唱饮再举杯，对望逝去的好风光，无数理想倾天光到照光，一生所见仿如下载一套搞笑片，最终有晴天，我骗你兜几个圈，你骗我不想揭穿，笑与喊一起上当年，人性每个都有弱点。喂，嚟啦嚟啦嚟啦，一齐唱啦！落沙偷下懒，就算乱世都要惯，酒吧中通通想作伴，又再劈冧的这晚，又是跟你癫翻晚，如是只马偷书等圣诞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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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一乾入洞啊！一乾入洞啊啦！你一个人咁快走过嚟，或者一乾入洞，你当我哋 I Q 零蛋啊？各位，各位，掌声掌声！欢迎大家又嚟到 Wonder Bar 十万个为什么时间又到啦！大家准备好未？好，准备好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有个草花头嘅草字点写？我知。啊，你知啊？啊，错，有个草花头的草字是这样写的。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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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福有油归啊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不知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字呢？在字典中是最多笔画的，我们叫龙。那它有几多画呢？三六。啊，恭喜恭喜。啊，错啊，佢系有七画嘅。多谢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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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多谢啊，哇，越嚟越靓。跟住落嚟，无论我问咩问题都好，你哋大家都唔可以讲个橙字噶。好啊，好。问我个旗咩颜色？红白蓝啊。啊，你讲一个蓝字咯。喂，你话唔可以讲个橙字啫。你咪講咗個橙字咯。係啊，多謝多謝啊，教授。Thank you 教授。多謝。多謝曬。多謝曬。好。鬼鬼鬼鬼鬼！一個，你計一百邊個出㗎？喂，我知二百，我知二百。三百，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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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百。廿萬。二千。哇，二千啊！仲有冇高啲噶？我三千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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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慷慨解囊。今日啊，我哋好高興咧，可以請到七七至九七年度 Wonder Bar 小姐嚟頒獎。有請紅豆冰。劫銀行，警察開槍，子彈都追唔到我，跌咗落地啊！我仲快，好似揸電單車超速，俾警察截停，先發覺未撻火。你如果唔夠我快，我熄燈瞓覺，換咗睡衣上床，間房仲未黑得齊啊！唔使拗啦，不如輸到啦！我哋上樓抌隻錶落街，鬥快走出門口接翻自己隻錶啦，好唔好啊？好。赌五百啊！都唔使赌啦，我赢硬嘅。点解啊？我只表慢咗五分钟嘅。多谢各位来宾，今晚入场人数已经达到99人。下一位幸运儿咧，将获得本酒吧送出嘅免费来回双人机场快线车飞，同埋终身免费饮啤酒。一杯。
一百！你班蝸鬼再嘈，我就报警。呢瓶雞粥補氣護血嘅，真係估唔到啊！四十年前我請你食田七雞，四十年後你請我食田雞粥，係啊，史提芬煲嘅，你令我再相信人性。佢以前淨係相信性，兩個啊！今日幾好生意喎，冇錢賺嘅，減價促銷。仲要捐谷一急，冇錢賺唔緊要啊！最主要做黃個牆，做黃牆之後再賣得好價錢，係咪？廁所就唔使咁臭啦。廁所唔臭啦，我擺咗好多臭丸。個酒吧賣唔賣得好價錢，唔係我最關心嘅。呢個世界上，我最關心只有一個人，佢就係我個仔江明。佢 IQ 爆棚，但我識得照顧唔到自己，連鞋帶都綁唔好。萬一我咩三長兩短，希望你幫我照顧佢。點啊？係咪藥物發作啊？唔係，係藥物發作。你坐低唞下。唔使，坐一陣冇事啊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希望好似杰仔同阿江明一样。但系你话佢哋系傻瓜嚟嘅噃，做傻瓜似乎有情趣得多。有病佢哋反而开心，可以放假，工作低微，冇压力，冇钱唔使担心投资，失恋又当人解放，冇家庭。无儿无女，直情自由自在。照你咁讲，如果唔做傻瓜先就傻瓜啦，系嘛？佢哋以为人死咗可以有新嘅，直情好似神犬拉西。神犬拉西，而家第几只啦？第十七只。大白鲨咧，一集死一条，好难继续噶噃。有阵时真希望自己人道教徒，起码可以招来生。起碼超過600萬印度教徒，佢哋相信回，佢哋認為今生作業來生報。如果俾你知道來生做一個馬尾上面嘅烏蠅，亦或係衣櫃入邊嘅木蝨，咁你會點諗？起碼識得點樣避開殺蟲水，起碼識得點樣珍惜今生。真係奇怪啊！仲以為仲有大把日子。事到臨頭，先發覺仲有好多心願未遂，有好多事未了。有位幫我？當然可以啦。即使我哋唔係一家人，但都應該互相關懷、互相關心啦。好偉大嘅情操，邊個教你？係睇林文醫生學嘅，係嗰個醫生同一個即將還鄉嘅病人講嘅，係咧。你請我做乜啊？做得到嘅，我一定做。你一定做得到，第二雞俾我。你一食啊！好啊。啲瑞士雞翼。嗯，幾好味啊！都係同瑞士無關。即係等於好似揚州炒飯、漢堡包同埋俄羅斯輪盤啊！我去俄羅斯啊？係咩？真係有俄羅斯輪盤啊！不過唔係電影嗰只，係好大好大個盤，我係醃野兔。哇！都係咁血腥啊！有冇人幫我？當然可以啦。你飲啲乜嘢？唔係。如果今次我過唔到關，你可唔可以幫我照顧基本盤栽？舉手之勞啫。仲有，幫我照顧蘇氏。女人。我只貓。啊。仲有 Jackie， 我只鸚鵡。但我未養過鸚鵡嘅噃。佢會話俾你聽點做。仲有，
幫我照顧只龜。江魚揾條蛇，仲有幫我睇住嘅事。百三蚊買獅子錢莊，20蚊入店信。仲有幫我睇住個酒吧，幫我照顧江明，幫我照顧。To me you were so good, no one could be so gentle and so lovable, no one could be so gentle and so lovable, no one could be.So lovely and so good.人死留名，饮我养善噶嘛？睇下有咩唔明噶？有啊，各位之后嗰啲咧，诶，嚼到咪得咯，等佢哋减受下文化嘅冲击啊嘛。各位，人生如白驹过，却。今日我哋来不是悼念，而是赞美。拜伦有言：只有肤浅者才把伟大盈于外。郑先生，杰克，温度而长，像只蚌，外表粗糙，但内藏珍珠，一颗慷慨之心。先生。刚正不阿，疾恶如仇，乜乜乜乜，魑魅魍魉，无所遁形。先生，美美不倦，剪恶之风，如醍醐灌顶。先生，宿夜飞蟹，老骑虎匿，热爱祖国，拥护基本法。佢哋讲紧边个基本法啊？就唔係一個咁深奧嘅人，就唔使用啲咁深奧嘅字眼去形容佢嘅。如果俾我形容咧，得兩個字：賭徒。佢呢一生咧就係一場嘅賭博。係啊，唔知點解嘛？嚇，啲人喺佢面前咧就零舍顯得特別蠢嘅。又有次啊，我同佢啊走去喜臨門嗰度食完包就食翅，點不知埋單30000多。哎呀，你估佢點啊？佢借住幾分酒意，壓個部長埋嚟，佢話：喂，唔該你同我哋做個證人，我哋兩個要跑步啊！嗱，睇下邊個跑輸咗嘅，就要埋呢張單咁啊！點不知嗰個部長，一聲，我同佢兩個都唔知走咗去邊咯。嗰個部長啊，仲企喺度捧住嗰個爛鬼計時器。未好笑啊！最好笑咧，佢就同呢個湖南幫爭女啊嘛，咁啊各不相讓啦。嗱，最後一隻咧就點樣咧？決定用呢個無理投足咧就嚟決鬥啦。咁啊一人踢一腳啊嘛，咁啊睇下邊一個咧最後屹立不倒咧就邊個贏啦。跟住佢又話啦，我矮啲，所以我踢先。咁跟住咧就出盡力一踢，哇！踢中去對方嗰個大腿嘅中間喎，咁嗰條友梗係痛到邊玩水啦，係咪先？咁成十幾分鐘咧先至出到聲，咁然之後佢就話：好啦，到我啦喎。咁啊 Jack 咧就話啦：
你贏咗啦，轉咗頭走人啦！你幾大啊？你縮啲。我份人咧就唔係咁識講嘢嘅，不過老 Jack 係我細伯，我特登揾阿程老師咧幫我揀咗兩句詩，以表哀思嘅。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悲歡離合。有冇讀錯啊？錯就冇錯，不過調轉咗，應該由右至左。嚇？對唔住，搞錯咗，應該係人月有有悲音，歡情離緣合缺。阿珍咧對女人温柔體貼，無微不至，佢成日都話女人係不可觸摸的動物。但一經觸摸呢，嗰種感覺就好似喺冬天攞啲腳放入滾水嗰度咁樣燒暈石骨。當你嘅眼望我嘅眼，我聽到你嘅呼吸，你聞到我氣味，四唇交接，瞳孔擴張，毛孔收縮，仲有強有力嘅臂彎。Oh my god！ 即为人乐观，当然佢同我哋一样认为呢个世界一塌糊涂，但系佢对明天充满希望，对日后充满信心。九七危机，佢坚决留港建港，仲谂住参加民建联。但系当佢知道曾玉成想移民，佢即刻撤换申请。即使佢病入膏肓，但系佢都系放。明日高方，他都冇放棄，尋找名醫，歷盡辛苦。他話：如果你個病醫得翻，他就死都抵啦。阿姐對我咧，本來就好似一本小説咁。我只是看个开头和个结尾，我根本没有话好讲。但是今天见到你们这么多人，我就知道这本小说一定非常之精彩的。有人说生活意义快乐在于不伤害人，但如果想得到这个快乐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堕入爱河。今天看到大家那么高兴，我知道阿姐一定快活得很开心，因为她充满了爱。Jack， 能够跟你同一个时代是我的福气。你哋知唔知阿爸呢本小说？我由头睇到落尾，眯埋眼倒转再倒转，我都识背。由情节曲折离奇到场面惊心动魄，到寓意发人心醒。但系点样好嘅一本小说都会有睇完嘅一日嘅。但系我不受寂寞，因为阿爸俾一本新小说我。虽然系简体字，但系我相信自己睇得明。呢本新小说个名叫做《上海丁哥哥》。呢個唔係一個普通嘅酒吧鐘，係阿 Jack 喺船度帶翻嚟嘅，知唔知點解？大霧市一路叮一路行，以免撞船啊嘛！叫醒啲船員打鐘食飯啦！唔啱，啲船員漂洋過海，佢哋有心事嘅時候就會敲呢個鐘，同天傾訴；如果掛住屋企人嘅時候，亦都會敲呢個鐘，希望上天幫佢轉告。
好似打電話，好似打 email 啊。有次我船員去敲一個鐘時候，諗起同太太親熱嘅情景，結果佢翻到屋企，佢太太真係懷咗孕。哦，真㗎，嗰個咪我爸咯。今日就等我哋用呢個鐘向阿 Jack 致敬啦。他三日前应该去了律师楼办好手续，他将整间酒吧交晒俾你。哇，老豆，价值唔少喎，担子唔轻添啊！除咗叫你打理酒吧之外，他仲有咩讲啊？照顾佢个仔啦。哇，真系一干又冻喎！一干又冻啊！喂，老豆，我知道你见到啊，我一干又冻啊，系咪？我睇到一干入冻啊嘛。男穷女趁空堂，于这老地方。照讲，一生所见，仿如下载一套搞笑片。